今天我妈要做个扣碗。天哪，走车走不成呀！妈，他给他捡起脚了。啊，年纪大了，说是干不了了，不干这干啥？妈，我可准备做饭呀，这个柚子吃肉了，又吃不成。吃不成就不吃了，我就非要吃肉了。我要跟我给你打手指。软死你。直接四面疙瘩。妈，来吃饭。啊，我吃鸡蛋。妈，我鸡蛋是你腌的，你给他吃完了，大手做饭了，多吃些。啊，我得多吃些的。